直播吧。9月30日讯 Bein Sports 消息，摩纳哥准备在冬窗开启后外租佩莱格里，这位17岁的前锋可能会重返意甲。出身热那亚青训营的佩莱格里是第一位在欧洲五大联赛中进球的00后球员，他在今年1月以2100万附加400万的价格从热那亚加盟摩纳哥，但由于伤病和队内竞争等原因，他只为摩纳哥出场过6次。据悉，摩纳哥准备在明年1月冬窗开启后将佩莱格里外租，他们希望为这位锋线小将找到一个能获得稳定出场机会的球队，以帮助他积累比赛经验。佩莱格里最可能的目的地还是意甲，他在效力热那亚期间一共在意甲中出场9次，有3球入账，